会穿这个去运动。这一套当初是不是写说南半球炸裂款运动服，对不对？还蛮好看的啦。还蛮好看的吗？不是，你这个不运动，再跑一跑。这到底是团长？就请问设计这一套人到底在想什么？真的会有人穿这个去运动吗？我真是不相信。大家好，我是皮皮猫猫，欢迎回到我们久违的淘宝灾难音系列呀！大家都知道，我上一次募集淘宝衣的时候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开始慢慢变成运动女孩的关系，蛮多观众推荐运动衣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干脆就来做一个灾难运动衣好了。待会呢，还是要好好的试穿给大家看，毕竟是各位观众的爱嘛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淘宝灾难衣一样会请一位超专业的穿搭评论员来，欢迎夏琳，我的穿搭评论员。最近也常常跟我一起运动嘛，那这件能不能穿去健身房就你就帮我看了。OK OK， 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就上衣服，原汁原味，从集运袋子都还没拆，超原味的衣服，开拆。全部都出来了，这次很多件，十几件，听说这次是不是也不便宜？应该要6000多块。6000多块，至少要让我穿出去几件，然后6000块。你看我怎么两件一模一样的？是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想自己穿啊？我不知道。好的，各位，已经开箱完了，那总共呢5套，然后呢，我看到一件超夸张的。到底是什么啊？我的天哪！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如果真的要穿，要有点身材哦，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呢。你们是不是想要考验我最近练得怎么样啊？不知道经不经得起考验，但是呢，最近也是有在认真运动的啦。那我就接受你们的挑战。换第一套 ，Go！ 好的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套。刚才我还在跟香菱说，第一套先选个安全一点。其实我这根本就不会掉出南半球，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！到底谁会穿这个去运动？这一套当初是不是写说南半球炸裂款运动服，对不对？还蛮好看的啦。还蛮好看的吗？不是，你这个不运动，再跑一跑。这能播吗？好的，这一套呢，虽然说是有设计感，不过我猜这套应该不是给大胸们穿的，大胸女生穿起来就是一身的灾难。完了，我怕因为我开始运动之后可以少一点灾难，结果再次证实淘宝不是适合大的女生穿的。先照一下这套设计感，毕竟还是大家选给我的。下一套哟，这是第二套，这个好像有点微妙，比起第一套来说好像没有那么灾难。设计感吗？我总觉得很多条线，有种什么即视感。防漏者，防漏者。谢谢各位，感谢各位让我今天又变成了修霸掌。没有，用心良苦，端午节快到。平平粽子，但是呢，这一套的这个裤子舒服到一个不行，吊牌啊，还想着就退啊？没有，我们要退，我们要退啊！都是观众写给我的爱心，好吗？那有请我们的评论员。女生审美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好看的，但是可能穿在胸部比较大的女生身上，就像我们刚刚讲，修霸掌，修霸掌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第三套 ，Go！ 给我扣一下，有点紧。3、2、1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怎么这么酷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紧。好，录什么录啊？不做幕后啊，没有要进正片。哟，这个是第三届，刚才应该都有卡掉吧？好的，并没有。觉得紧到一个爆掉，非常非常紧哦。然后这裤子就是刚刚那一件，非常的舒服。待会我就从头又穿它了。这个上衣我该怎么说呢？其实它是好看的，但有点太小了。我是江平原，好看的是好看的，是我会买的、啊。如果是我会买，我会买这件，送给香菱。耶、yeah, ，它这个其实是适合穿去运动的，因为目前三套来说呢，支撑性最好的，对，推荐给女生。穿去健身房的不会到太露，小露性感，包覆性又够，也算是有功能性，不错。
这一套我给过，但太小了，拜托，剩两套了耶！各位加油一点。会不会今天就我全部带回去？然后大家之后都会看到，哎、欸，香米都在传递给淘宝灾难衣的那几套。好的，我们换下一套。哟，各位，第四套来喽！我被加撒娇，我现在看起来跟个小丑一样，我的天哪！这到底是团长？狮子呢？哎，狮子，哎，杨林是我的狮子哦！来来来来，去咬它，去咬它！我就请问，设计这一套人到底在想什么？真的会有人穿这个去运动吗？我真是不相信哎、欸欸！有没有商品图来看一下？来看一下，这个商品图看起来是蛮帅的啊！香菱的女王气场能不能驾驭这一套？搞不好是我这个小丑气场。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大奶小奶的问题了，不能这样遮遮掩掩，你要这样。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哦。对，有自信一点。打拼了！咬他！好了，闹剧结束了。今天呢，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事件，嗯，最后一套 go。哟，各位，最后一套了。虽然说罩杯是龙的下斗，可是意外的没有支撑性。各位，它已经有内衬了，可是它却没有那个包覆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他应该怎么这样？不是这样，我真的是不信这一件可以拿来跑步哎、欸，这一套就算拿来做滑步机哦，可能都会。好的，各位大奶女生，不要在淘宝上面买运动衣。评论员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前面老公太多了，如果中间再多几块布，应该会比较好。对，一语道破。而且这套也浪浪的，而且会一直露出白色的这边，这套不太行哦。多少钱啊？这套超过350，我都觉得贵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同场加映，香菱试穿马戏团团长衣。天哪，真的是超级破表哎、欸！哇塞，其实。很好看的、欸，气场不一样，穿起来就不一样。所以是气场问题啊！这样子的衣服还是要女王气息的人才能撑得起来啊！那这件就送给香菱了。好什么？我也不敢穿出去。不是，所以到底这套是谁推荐的啦？是谁推荐的啦？哦，这眼光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呢已经试穿完各位推荐给我的六套运动服了。老实说呢，本来我很期待这个主题的，毕竟最近都在运动嘛。我想我可能会有个几套是可以穿去健身房的。看起来很多套都是展示用的。来，评论员你怎么看？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粉红色那个包覆性很强的那一件，那一件其实每个女生穿都很好看。然后我觉得最灾难的应该就是马戏团。哦，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呢，最喜欢的话，这次最喜欢的，对不起，要丢水沟了吗？但是呢，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奶撑不起来啦，大奶撑不起那种衣服，也不是撑不起来，是撑爆了。太难过了，直接穿爆的衣服就给香菱了。嗨，好，身上哟，看到没有？整个都对了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，所有运动上衣搭牛仔裤都是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根本就不是运动上衣吧？因为毕竟是男孩们推的，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想要以就是辣好看为主，那可能实用性就比较没那么高，不过也没关系啦，你们已经算是做得很棒了，你看香菱穿起来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？我全部带回家咯。耶、yeah! 好的，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推荐给我这个淘宝灾难衣运动服系列，那下次大家想要看什么其他主题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没错，我们淘宝灾难衣一集比一集精彩，那希望下一集真的不要再叫淘宝灾难衣了，你们应该已经摸清楚我的身材了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期待你们下一集的表现哦，我一样会在 IG 上面募集大家的回答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平平妈妈，我是香菱，拜拜。